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阿奇。没有错，那今天一样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进化之地哦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到了哪里了吗？有点忘记耶。是这记录吗？攻击！为什么会命中？而且我在干嘛？法师什么的应该不是补血吗？好啊，补下血哦。攻击！怎么会变这么硬啊？尊巴，你的名字也太好笑了吧？对，我们上次来到了这个丛林，对，丛林嘛。尊巴跟阿紫打呀，阿紫打呀，阿紫打呀，你先去死啦！你瞎写，叮叮。的石头都可以炸，我们试试看好了。需要离远一点。对啊，这种裂掉的石头可以炸开。好，就我现在炸这两颗石头是不是没有意义啊？好，这不是终点，终点我们就走吧。转换就越过这个小树，请不要烧掉小树，那个小树我已经烧掉了，就换回来，换回来才能过这个大石头。宝箱，可是我不知道
还是要拿一下剑。什么的给我，而且漂浮在水上的爱心也太可爱了吧！这边可以炸，就是啊，这个可以靠这样点燃吗？看是不行，这样呢，把石头炸掉，没有燃火，那我可以把这边都炸为平地吗？看是不行。石头，耶！一样拿着我们的剑去。哦，这里还有章鱼怪。嘿，嘿，一下就补满了血。你获得了一个星星，我们又得到了新的星星，是11个。我不想要星星啊，我想要知道接下来该怎么。小树就我们没有时间差，而且话说那个到底要怎么过去啊？那一个，还是什么？
方可以走啦。是感觉好像不太像哎。哦，这里又是什么食人花？好像那个什么超级玛丽的那个，这根本就是吧？而且还长在那个管子里面。有点痛，有点痛，而且要打女生。先打一些没有用的小怪，就治疗。喜欢